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这个阿斯玛总算是成功，有40个碎片了，可以招募了。现在是等了好久，终于有一个 A 人了，又有一个新的 A 人。那第一个 A 人就是那个麦特凯嘛，麦特凯也等了这么久，冷战一下，把这些东西全部领一下啊，升级啊。2000多，有个 A 人就不一样啊。现在有两个 A 人了，来我们去打一架啊。我们调整一下阵容，派上两个 A 人。你知道吗？我只有这两个 A 人，反正要有三个 A 人就凑个三 A 组合啊。距离赛季还有一天就结束了啊。我们先不管他，先来对打一下啊！今天又抽了1000多的迪达拉，一片没抽到啊！那个什么九星奈倒给我抽了两组啊，那个波峰水门也抽了一组。哎呦呵，居然给他躲开了！哎呀，好痛！哎呀，怎么连不起来了？这么好的机会没连到啊！哎，坑了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是啊！阿斯玛，刚拿了又戳戳。这下不是虐不掉你的，其实有的 A 人还没 B 人好运呢啊。我劈！哎呦，等死吧你！你开蛤蟆有个球用！两个好有默契哈，一起开闪电啊！等待一下，哇、哦，炸到了！哎呀，我怎么死了？还是我死呀？早知道我开个大蛇是啊！哎，最后还是要看我的七人。逼冷大名次，还敢开一个召唤啊？你想用召唤躲过？召唤最多躲一个大招，想躲我的回天，可没那么容易了，对吧？中没中，还中了啊！再中，哎呦，起来，哎，没事，我还以为他躲开了，有保护就麻烦了。有 A 的还是没有迪达拉好运啊，带个迪达拉更爽，就差两组迪达拉，一直出不来。本来有一万的 GB，然后抽了8000多了啊，抽了就剩8000多。哎，多想要个迪达拉，都多久了没拿到啊？然后那个限定应该就快出来了，所以说金币还是不要太浪费啊。哎，糟糕！你还不死？呀哈！哎呀！
怎么搞的？这样都能给他躲开？一脚踢死啊！只用了两个召唤呢。我操！直接给他大招打死，毫不客气的换大招，只要我风之刃硬，他就换大招。刚才没想到他会用这个套路啊！还不死？把你的笔记，把你泳装都砍烂了！哎呀，糟糕了，要中迷魂仙了！哎，他自己死了，我操，我还分身运的，其实不用也被他踹死了。没有，好危险！他直接给他夹到角落里，戳死了。战斗开始！中中中，还没中。再中，哟哟，这个角落差点，喂，差点危险啊！还不死，哎呀，这人都让他跑掉啊！你还不死，这下你没混身了吧？成为我的囊中之物了吧？作为我的对手，是你最大的不幸啊！AAB 的组合，电脑简单，我去，还是起这个名字啊 ！AAB。要是三个 A 人的话，就是再带一个啊，那个歇还有一点点时间。哟，不打他。怎么搞得还要被他加起来打？为什么还是我被他打输了、啊？应该是这种套路啊。快死了！我劈死你！给他又打了一半血，我去！有没有天理了？行。老蛇也招出来了，一把打得不行啊！
刚招出来的这个谁啊？这个现在还不是很顺啊、哎。他这一下情况，幸好有点卡啊。又被夹起来了啊！哇，去这样都行？什么情况？老是被打倒！哎呀，死了！哇，这么好的人呢，竟然被他打败了啊！这一把确实是有点坑呐、啊。糟糕了，遇到迪达拉了啊！最讨厌打迪达拉，还可以起名叫飞。喷！我去！他是霸体啊，霸体的迪达拉啊，你还跑，我靠，怎么一下都没打到他，这下麻烦了啊。死了，我去！哎呀，这个机真啊，刚才早就开个大了，主要是麦特凯的大，有时候很容易漏人啊。哎呀，给他躲过了啊！哎呦，三个召唤都运到迪拉拉身上了，做了必死，必死痛苦，必死的地方。哎，完了。好，蹭了一个点，够了啊，有个点就可以了。老是我被电了，我打他都没用啊！又是我被电，怪怪啊！好不容易把迪达拉打掉了，后面的不好打了啊！呀，好蛋！你再过来！我操，怎么不是跳到他身边去啊？这里都能被打到，你还不死？我操！我这里打不到他，他打得到我，这什么节奏啊？太坑了，脸黑没办法了。这样打输的是肯定的，还被电啊！哎呦死！怎么我最近准确度太低了啊！本部该挂的地方全挂了，本来有机会的，现在又想赢三场都不赢，都，哎呀，都挺难的，用右的都是太低。最近不是有用迪达他的也都是太低，莫名其妙的啊。哎呦，飞到天上去了！
哎呀，这都能让他躲开。这是麦特凯的招，很容易躲啊，太多漏洞了，身为 A 人。我这金刚你在干嘛？你现在开大招了啊，我也没技能躲了，好暴力啊。哎呀，痛啊！麦特还来，我操，他们怎么反应这么快啊？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我？哎，没话讲啊，老是被虐啊！你看他老哥都开起来，为什么我打不到他？他们的技能反应那么快啊！又被抓起来了，连电也电不到他。哎，这么远都会被他打到啊！哎呀，没救了。还有点点机会，就剩这么点残血了，被这个就是说疾风撞出也运很溜的人被他虐得很惨。不会用的人的话倒很轻松。哎呀，太激动了。哎呀，现在给他戳到了。好，又硬了啊！好机会，好机会！哎呀，这把险胜了，趁人家没有分身。还能虐过来，刚才被我一个闪电骗了一个昏睡，要不然这把也肯定就输了啊。木叶没谁。感觉应该把阿兹玛放在前面啊。我操。开霸体，小心他开黑烟，呦呦呦！为什么我吹不到他？先跑了，省得他用分身。我现在有分身，所以才敢把他夹在角落打。刚才不没分身，如果再跟他夹着打，他一个分身把我就吊跑掉了。我去，开个这个鬼，硬是被他弹死了啊！被这个鬼叫声啊！刚才如果他那个又换这个鬼叫，我早就给他虐掉了。我操，这么狠！就你会换大，我也会换大。
太瘦了。糟糕了，我去，还带这个鬼。好危险啊。要是我被绑架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！谁要是抓住机会，谁就赢了。还过来，找抽的东西啊！抽他两三下，打这个红的话应该有一定的机会啊！完了，打不到我！哎呀，什么鬼？哎，这下有机会了啊！他没分身，只要抓住机会。就是现在。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机会！哎呀，差点就挂了啊，惊险望风。我还以为会被他虐了，他开个霸体把我吓到了啊。你呀，又是迪达拉。我好像我的血有35片还是36片，哎。还有，如果按照三天能领一片的话，起码还有半个月啊。这家伙真讨厌，抓不到他这下。你好。我操，这一下就被打了没血了。哎呀，这迪达拉真烦人啊。你说陆地上的动物怎么打天上的啊？又死了。你个坑货。这 A 人对他都没用啊！哎呀，又死了，打都没打到他一半血，真心没法打。这迪达拉虐的都不要不要的。哎呀，完！扫地也要把它扫起来。哎呀，最后那么一滴流血就把它打掉，后面两个不知道能不能打得掉啊。没有一滴打啦，你不就是一般般了啊。负重再重，
又中了吧？我差没挣到点啊，我就剩这么一点点血了，下一把随便两个闪电就把我劈死了。哎呦，哈哈，好危险，他刚才溜我两下就死掉掉了。快跑快跑，别电我别电我，哎呀，当时不电我就好了，他不带电的啊，带个当时也都一样，他不带电带什么对我都是威胁都挺大的。哎呀，这云集版还真不容易啊。大同木麦小，那干尸鬼雕感觉很容易打哈，动作太慢，特别是适合零次打。哎呦我去，刚说你好打你就这么难打。挺麻烦的，这还会弹一下，啊，最后一脚踹死了，要不我就给他的召唤卷死了。看来不能说哪个人机好打，说两下马上就变厉害，要说这个吞眼印太难打了。我操！直接一下就打死了呀！我的召唤对他没什么用啊。困难。我操！咦，这下我是中间啊！你还想开闪电跑？这下我完了，我没分身。啊操！一个闪电把我劈死了。中他！中他！中他！一敲也要把他敲死是吧？这个威胁也挺大的。哎呦，不是电到他了吗？靠，什么鬼啊！哎呀，生死局打这样，你看我就差那么一场可以领奖了，又要打半天。这个名字起的，我也是醉了啊。人多开心。不傻吗？这么溜。劈你一下就死了，你还跑？
SB， 既然起这个名字，你够不够 SB 的？来个大招！哦，死了。他怎么不用分身？哇，他这个角落被他夹死了。我打不到他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他随便一个分身不就躲过了吗？啊！打不到我。他都不用分身了呀，他不用分身啊，就这样子慢慢让我打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捡到一局。哎呀，打这几赢几局还真不容易呀、啊。还一个天天，我还有30场没得、嗯、得了得了，那就算了，领个奖他就说我没登录啊，很郁闷啊。这个好奇怪啊，动不动领个奖就说我支付一什么什么过去，刚才我抽了好几个啊，滴答啦，是不是？这个 S 人才4片，刚手一片都没有。大蛇丸子最近不是有送吗？波风水门有18片啊，再不涨怎么拿呀？这个滴答啦有34，就差两组，很难抽啊！我操，以前只要多抽2-3次就能抽到一个，现在。就差那么两个月呢，好个难抽啊！这个蝎有36，这一尾鸣人居然有7片啊，都是打什么任务冒出来的。疾风传丁次上架了，但是没有说怎么拿呀、啊，对吧？看、哎、这个欠我酒心菜，我抽都快比迪达拉快出来了啊！最后再打2-3把吧，反正都要打完。这家伙连酒精那一体招出来了，一打就遇见滴答啦。好机会，这都没见到他。好机会哟，哎呀，来了个分身给他躲开了，但这次已经打到他挺多血的。老开老师还毒不死你是吧？发
大力体一定要先把迪达拉解决掉，如果是迪达拉换在最后的话，反正我还不好打。我擦，哇，这个鬼也挺难打呀、哎呦呦呦，快跑快跑，哇他这么远都能打得到，信号九星奈也挺溜的嘛，看有没有机会拿个信号九星奈玩。给我机会就直接扫平你，好，现在把哥哥打妹妹啊，妹妹打哥哥，正吧，这种叫声，再来反抽，这个白眼是他的范围比较，只要被他打到伤害很高，对吧？再来，等这么久你就等我被我射是吧？哎呦，我去，糟糕了，有机会赢的，就这样失去机会。哎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刚才他机会没把握，把握好哈，那如果再溜两下，基本就挂了。我又没分身。玫瑰匪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不又啊，哎呀，又也是一个难缠的家伙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麦特凯泰拉，你，我的大招面前，还好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要挂了，我都想骂麦特凯垃圾了，是吧？大招老是丢人啊！哎呦！这一把是我换死了，刚才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，原来他跑到我后面去，刚才看错位置了。怎么还会被他打？我操，又给他挣点了。这他能跑哪里去？怎么一下子跑没了？我靠！为什么我们打不出来技能？这一把如果看不出到他人一下子飞到哪里去了？呀，又被他卷起来了。就你被电我。我操，电到我，我电到他打不到他。最后一下啊。去死吧。
看谁手快啊。还想电我，随便拍你一个一巴掌就死了啊。哇，好像赢了两场啊。获取三个小左手边疼爱，这名字起的啊有点麻烦啊。然后打个右就要费我半天，费我好多东西，打个吉达拉我三个召唤都要扔出去。哇，什么鬼。哎，我往哪里跑？你看看，没地方跑。来吧，可一个右都打不了，后面更别说了啊！这家伙这么溜，你还打？还死了！戳死一个右，迪达拉比右更难打，天上飞的家伙怎么打？为什么我这个刀没打到他？哎呦喂，我去，这么好的机会。哎，就他一点点哈，只要再打他一下他就死翘翘了。我来射他两下就死了。电死你，叫你再乱弹，还开个技能，这个下面一个蝎啊。有点难打啊，最后一个七没召唤，这下一开始就是四，好痛哦。哦，他怎么还有反方向射？哎，哇，又死了，完了完了，真是没有。哎，本来还想来个三小灭掉三小啊，最后被三小防灭，不过也不错了，已经能打到蝎那一关，而且是前面如果再多给我一两个召唤就好了。哎，这个应该很好打吧，一个逼人吸逼气是吧，两个吸人，我是 BAA 呀 ，AAB 呀，哎呀，开错技能了啊！哎呀，嚯，哎呀嚯，哎呀嚯，我去！
仓库，你有大单你不用。沙田就被他虐死了，打我这么多脚，他的脚都被他虐了。哎呀，什么鬼？他打一下就保护了。哎，我去，保护我一下呀！为什么老是我被踢啊？他们怎么那么多保护？大个屁！我的大招啊，大招都给破了，被逼无奈啊。完了，雷锋三，这不是等死啊？这家伙怎么这么溜啊？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哎，他一下一半血没了。老子大蛇丸都没用是吧？我靠，还带血的！这老司机，我操！哎呦！我靠，不一样啊，对手不一样啊，这把明明可以。小看人的啊，最后打一把吧，那我赢一把，赢一把就不打了。我去，这什么感觉？你还不死？黑金枪。我追我一下，连召唤都用出来，太激动了啊！但是也是分都挣不到了，现在。哎，死了！怎么这么快？这么快？我的反应还没反应过来，一脚就踢死了。你这天！哎，下面还有个鼬啊，这下麻烦了，我的召唤都用完了。哎呦，这么远都能被他打到。很牛啊，他
直接开大。我在这里。别死！哎，总算解决了，算了，别打了，这里啊。